今天的两队呢，这个队长是 NONO， 是是是 ，A team A team 你们这个成员，哦妮妮，哎呀，申东健，哎呀，红糖，哎，看起来都是老弱残兵。主要原因是 B team 太强了，连压轴都还有院长沈玉林。所以奥斯卡演艺学院，来顺哥要加入艺能界具备什么条件？以你来说最有说服力。因为呢，过去我们都是选手，那选手跑到后面呢，体力不好的时候呢，就要当教练。那呢，这一位呢，体力更差的当院长。过去用体力，现在是用头脑。今天两组team特别注意到，这个比赛是非常严谨的。我们在舞台上唱歌，唱到一半忘了歌词怎么办呢？掉下去，自己还要体力。歌词填一填，游戏规则，每位队员依序演唱出歌词中的空格，每位队员全员正解即可获得奖金10000元。然后今天这一团的这个小朋友你们知道吗？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他们要考倒你们，考倒我们。我也是来吃营养午餐的。他们今天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表演，是的吗？好，叫伟杰，这个可以吗？跟大家问候一下 ，Hello， 小黄立成，音浪太强，小黄立成的第四，音浪太强，靠这个吉祥物就够了。今天真的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表演。好，我们表演是不是比他们厉害？对。罗非老歌大全，它是一部的行走老歌字典，什么老歌都会唱。真的吗？飞罗。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你的美丽让你带着。随着听到音乐就直接来了。好，张惠妹 music。张惠妹哪一个？张嘉宇。真的吗？哎呦，真的吗？修女也疯狂，对对对对，想上麦了，来了来了，各位，还有吗？宪哥，大丈夫蔡依林。受不了了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难过，不想看，陪着我沉默，手机关机，很辣嘞。很多甜蜜小动作，我想要自己翻没胃口，吃饭之前先问我喜欢我朋友，也会爱我的狗都很好，爱你就保护我，像英雄，他是在帮着笑我，什么节日都记得陪我减肥吃苹果，帮我买个红爱的我。Real man, I don't want a boyfriend.
次周杰伦哈。很厉害耶，真的。好，妮妮，有没有看到这小朋友表演多好？太厉害了吧！可是刚刚我看到他伟什么伟杰，刚刚在旁边一直说不想看。对啊，你为什么？你不想看啊？因为音浪太强，不是被踩到地上。不是，音浪啊，不是啊。未满十八岁，请勿观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小朋友逻辑不太一样，好不好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第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哇！哎呦，彩虹林。完了，完蛋了！歌词出来就准备写答案了，开始。完了完了。我们俩划着船儿，哎。哦。停，好 ，OK， 唱到你那个地方，你再翻出答案来，好不好？把答案唱对了就可以得分了。Are you ready? Ready. You got it. 罗非，你的表情好满足的感觉，因为他最爱唱歌。哦。哎，你将来要做什么？萝卜崩。那是吃的啦，萝卜哥。将来想要做什么？看状况。啊？看状况。看状况。你还有状况？我想干，以后想做什么就做。他看景气啊，景气好了就是。谢雅琴，将来想做什么？当明星。明星。OK OK， 好。陈志明长大想当什么？看情况。当奇怪啊。看情况了，看情况。哦，你也看情况了。哦，那你跟罗非会不会在一起啊？在一起。停，还太小。好恶心。好恶心。好，伟杰最喜欢哪一种女生呢？现在有什么？现在。我反掉了。彩虹林，请出题。好会跳。哎呦呦！停！怎么这样子啊？我们有一句话要说。一二三。烂乐队，快！弟妹，请出题。加油，要大声一点，伟杰，加油！浩尔合唱团这次到底能否顺利唱出彩虹林呢？小胖不但会搞笑，还会创作歌曲。难道你忘了端午节？从来没想到过。母亲节的歌比较多，我也有一首会唱。真的吗？好啊。预备，请出题。加油，要大声一点，伟杰，加油！有没有听到？好想听。听到。我们俩划着船的彩虹里，嘿，彩虹里，嘿，对呀。就好。
栽培一下。宣传一下我。哦 ，solo solo 来。是同日生啊，同日生啊，对对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对不对？同日生，有没有看到？只有 Nono 一个人答对，对对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湖水清也差一个字，对，湖水清有湖，看你要把看这船到湖心呀，没有，湖水清呀照双影，就好像两角菱。想要跟你们说，一二三，不要再错了好吗？不好意思。各位，第二道题目，请看。好狠哦！我勇气啊！请作答开始。哎，我愿意什么什么都随你去。哎，什么字？这个算是 KTV 里面大热门的歌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脸很痒的，怎么啦？过敏？过敏？过敏？干嘛呀？要吃饭吗？他是高血压。吃饭，他每过十五分钟要吃一顿饭。拍我们的。饿了。有人拍我。什么？有人拍我。有人拍他了。有人拍你？哎呦。谁啊？勇气有答案了吗？写好没？写好了。好，请出题。哇，小朋友唱情歌哎。哦，罗非脸真的好痒。没想到 A team 还蛮厉害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，特别简单。葡萄，过来。葡萄，哎，我有什么？去哪里啊？腿软。葡萄摔倒变葡萄汁。没有。各位，小朋友，人家是葡萄姐姐，葡萄一定用滚的啊。对啊，有没有？
没有看到人家那小朋友表演多棒？真的有没有？我有上音乐课，我会唱歌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 one two three， 音量太强。带动他们，小朋友跟着你一起跳。对，你会唱音浪吗？你知道我唱哪一首吗？别的我不会。没有，他唱哪一首的副歌？哪一首？音浪。哦，好好，要不然你唱一下。怎么样？对对对对。好了，打到音。合唱团里面难免会有烂鱼虫，所以大家。刚刚是在播那个勇气，大家在唱，他唱音浪。难怪他没很耐心。哦，要不然你唱音浪太强的副歌。好好好。起。音浪太强，不晃会被撞到地上。音浪太强，不晃会被撞到地上。音浪太强，不晃会被撞到地上。音浪太强，不晃会还有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没有别的歌词吗？别的歌词啊，我会唱这段。不要再害怕了啦！你只会唱这句一句而已啊。对啊，葡萄姐姐教你们唱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有一首歌叫做《我们是蚂蚁》。我们是蚂蚁。这样子，大拇哥，预备备，来，我是你的蚂蚁。蚂蚁蚂蚁蚂蚁，你是我的蚂蚁。蚂蚁蚂蚁蚂蚁。什么？他有话要说，他有话要说，什么？幼稚哦！滚！离开！烂葡萄滚回去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所以现在已经变茄子了。你要说什么？你刚不是说有话没事？没事啊。哦，母亲节。现在已经是端午节了。是端午节的歌，来了，我们自己帮你们。难道你忘了端午节？难道你忘了端午节？喝大杯红红红。来一首。宪哥，你输了，厉害！宪哥他比你还会掰。我跟你讲，母亲节的歌比较多，我也有一首会唱。啊、真的吗？好啊。难道？那你会不会唱中秋节？应该会吧。我不会。难忘的中秋节。你说有戏吗？没有。纠结了。哎，准备，准备，打小孩，打小孩，打小孩。蜥蜴来了，蜥蜴来了，蜥蜴。下次有人考你，你准备好，连过年都准备好，一年二十四个节气都准备好。不是，既然是你说，你就因为你知道我唱歌，你就唱一句，代替帮我唱。对不对？我第一次看到面包一直讲话，然后。还会教训大家，真是的。哎，对对对，蜥蜴要跟你们问候一遍，请各位同学大家。闪蜥蜴要跟大家问候，罗非也会对不对？可以模仿蛇的声音。谁？啊！蜥蜴声。好好。越来一样的。然后蛇很冷的声音。不会，我教你。好冷哦！哎，对对对对。哎呦！说他为土，快点！赢了！好冷，好冷，好紧张。下一题。新不了情。这我最会唱。对炫哥举例相当不耐烦的罗非，能不能顺利出题呢？傅志仁、萧敬腾唱歌像拉稀，哪有像啊？像八两斤吧。康康有新的答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八两斤。我不知道
下一题，来。心不了情哦。这我最会唱。哎呦，请作答。哎 ，NONO 歌词很厉害哎。哦。大热，来，我觉得他们应该都可以答对啊。是，请出题，深情的唱哦，加油，开始。罗非，表情，表情，是不是谈恋爱？谈恋爱的表情，感情。人中，深情难舍难了。伟杰独唱。曾经拥有，天荒地老。请接唱。一不见你，八度。暮暮与朝朝。哇。深情哦！爱一个人，如何厮守到老？怎样面对一切？我不知道。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。最后一句非常重要，你来唱，很深情，很沉稳。什么鸟？他怎么会唱？他唱西雅图蓝鸟队，蓝鸟在哪唱？再一次，蓝鸟，最后三个字，一面七。想唱慢的，结果这样。我好像在一起。好，我再来唱。怎样？情。表情。情场会变邪心。你会。情场好，那你再唱一遍。预备，七。你那个气要拉住气，哦，吸，先吸一口。太碍眼了，吸。总共得了几分？他们这个加起来啊，差，所以一题是全对，恭喜获得10000元奖金。好，轮到我们 B team 好好来拿奖金了，欢迎 B team 上来。哎，好，下一道题目轮到 B team 来。我的家啊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热身一下啊，我家门前有小河，最简单。好，请作答开始。胡桃，你这个不会你就完蛋了。这个不会真的太逊了，对不对？嘉瑜，这个歌你几岁的时候会唱？幼稚园吧。幼稚哦，啊，你现在都唱谁的歌比较多？张惠妹。是。最喜欢张惠妹。为什么？哪一首？我想当张惠妹的接班人。啊哦，啊，你会开车？你当她接班人，接她上下班，她会开车。啊？你太夸张了，你怎么了？哦，你那个效果太夸张，还整个跌倒了。
好好，再一次哈。啊，你当张惠妹的接班人，你要会开车啊。好好可爱，我又很喜欢小孩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有谁想要当张惠妹的接班人？谁想当蔡依林的接班人？谁想当周杰伦的接班人？谁想当陈雷的接班人？陈雷，来一首歌。天啊，你好心跳，好嘿，好嘿。出题开始。对不对？这个是出自哪一个诗词？你猜？我刚刚还没学到，你怎么叫我回答？你老成了，你是不是大？讲老成，这里面就您最老成了。对呀，年纪比较大。你隔夜的菠萝面包你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好，你的性格。对呀，太老成了你。哈哈哈哈哈！不得了，我老太精彩了。太厉害了，有一句话想要对你们几位说，一二三，拜托，有这么难吗？阿布听到，谢谢，看下一道题目来。哦，五娘，好难哦，很难呢。这个难的，一二三四哦，各就各位啊，可以啊。哎呦，你真的会耶。要想办法了，来，请出题，来，五娘。他会跳。一杯那葡萄神秘和河水。香菜，真的会跳。是额头的猫眼揭开了庆典，为什么象牙？因为这首歌有点神秘感，所以象牙塔里面是蛮神秘的。要不然，灵骨塔，像我的爱与情，这也不对啊。正诉说遗忘的爱恋。那你这个就更可怕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，从小看不见，你沉醉了没？没错，小三看不见吧？就因为拿到时光的沙漏。雅琴她专攻那个蔡依林，对，所以每一次都专攻那个张惠妹，阿妹，好吧，站
在高岗上。麦克风拿出来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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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你真的很会唱，很会。都会吐，他很伤，你看他快哭了。对不起。哎呦！啊！他帮你跳一个音浪。我没动。我没动。哎哎！音浪太强。哎哇！会被吓到。我被吓到。僵尸。我告诉你哦，音乐没停，他是绝对不停的。真的，真的，这个什么超能力？下一道题目叫做小薇。小薇，哎呦，好厉害啊！这个大热门啊，这个菜不会不行了啊！小薇，请作答。首大家都会唱，来后面的朋友们一起来唱。那关键字的时候不要唱啊。看到他什么？也要延长赛，延长赛，我的延长赛，延长赛啊！冲到被顶，我要做，好，要不延长赛啊？你来出，我们来比模仿，只要别人模仿比他好的，就给一万，好吧？哇哇！你约人家延长赛，你模仿一个好了。你模仿白宇很像，超假的魔术，试试看。不太像你唱啊！好了，今天两队都平手，对不对？我们让他们获得各10000元的奖金。休息一下，继续进入更厉害的 Power Sunday Power。两场的对战，阿贝竟然大爆粗口。好像哦，像哎，超像。刚刚你写这三个字，我发觉手是有在颤抖。你觉得像不像杨丞琳？需要惊叹吗？应该化成灰没有问题。成功了，厉害了！马上进入我们明星像不像？哎。那么我们经常在外面走动的时候会被误认，有没有看到像艺人朋友被误认机会很多啊？康康有经常被误认为黄灯辉嘛？
人家现在知名度慢慢窜上来了。他讲这个，你很不开心吗？很开心。开心啊！有被误认的经验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！游鸿明，游鸿明哦，有。哦，有一天我就刚好来到华视门口，在一楼大厅，然后呢，刚好那个晚上九点多，灯没开，暗暗的。走过来一群女生在那里，我走过去，哇，很多女生说啊是她，是她，是她，然后我心里就开始爽起来了，有没有？哎呀，被认出来的真不好意思。然后我就低着头走过去，进大门之后，那女生哇哇好帅哦，哇更开心了，帅爆了，游鸿明哎，啊，搞错了是吧？我们家鸿明比较帅，香港也是0.95元吗？有被误认吗你？我被误认陈小乔。很多人觉得我很像小乔，你像小年轻的，上次我年轻，你是陈小云啦，小乔啦。我上次有去那个香港，我去香港，香港，然后带着那个前女友去嘛，很久以前的，然后叫毛姐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样人家会知道是毛毛姐。在那边就是喝酒，然后就有一个香港的说，哇，明星，那个台湾的明星嘛，谁的？然后我心里想，哇，被认出来，没想到我在香港也很红。结果，然后500嘛，认错。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很丢脸，我又跑掉了。欸、到现在那一摊啊，他们还以为是500没付的，跑掉。都在传哦，台湾那个500啊，来这里玩玩酒啊，吃的东西啊，吃完没买单就走人了，太过分了，上来。阿兵有被那个误认吗？我常被叫错名字啊。阿Ken 跟阿兵啊，然后常被叫错名字、啊。对，叫错还好。你是叫阿 Ken 吗？帅军其实应该算是帅，漂亮，但是帅的帅的漂亮漂亮的帅的帅军算长得漂亮，但是没有特色。就很多美女的 style 都在你身上。对，可是曾经小时候有人说我长得像侯湘婷。哦，有一点像。侯湘婷。侯湘婷。侯湘婷。喂喂，听得见？上来了，好酷，好酷。对呀、啊，真是的。各位，今天我们这个两位嘉宾呢，他们要出来让你们来选择了。这两位他们带来三位明星脸。一起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朋友，彦均、郭欣来。这不是七爷八爷吗？哇，七爷八爷，七爷八爷，七爷八爷，彦均啊，彦均在我们节目里面呢，经常露出，有没有看到整个知名度？香菇头不见了，对，香菇头不见在进步，有没有？是，希望你们有一天呢，慢慢知名度增加了，对不对？人家认错一个人，以为说你是郭彦均，然后那个人不是啊，我是郭富城啊。哇，看了，哇，太好了吧！我最懂得安慰人，最懂得如何安慰演艺危机，是吧？哎，阿布，我是郭欣，好的，郭欣啊，哦，无所谓了，夫妻档嘛，都一样啊，都一样啊，是的，是的，都一样。你们今天两位真的给我们带来三位很精彩的，你们那三个厉害吗？哦，很厉害的，很像吗？非常非常像，比我像郭富城还要像啊！真的吗？那就真的很像的，真的，那就超像。那郭晶晶呢？你对吧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这三个太强，强到我自己都认错。一起来看看特搜 Vis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特搜员郭彦均。今天呢，这个单元呢，就是呢，我们要来找出明星脸。那为什么找我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我是山寨版的郭富城。大家如果有看阿发现场就知道了，我呢非常会找疑点，每个疑点呢，我都让他无所遁形。你看后面都是我的兄弟，怎么样？所以我们现在找疑点吧，兄弟们，我们走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特搜员郭欣。我今天的任务呢，是要来寻找路上有没有明星脸。哎，不过这个任务对我而言呢、啊，真的是太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多怀念我们在摄影棚里面玩终极密码战的日子，只要掉下去就有钱赚，多好呢！35、40、99，给你提示33。这种游戏有多好玩？
根本不用到处乱跑啊。但是没关系，告诉你，我还是有准备一个秘密武器。我现在就打给我朋友，看他有没有认识明星脸。等我一下，手机比较难找。喂，惠慈吗 ？Oh my god, good！ 你最近有没有空啊？你有没有认识明星脸的朋友 ？OK, good！ 真的有吗 ？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. OK, good！ 一个礼拜他会有七天，他说有八天在外面出外景，很累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来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休息一下。一进来呢，就发现有一个那个新市镇。来来来来来，明星脸的郭星啊，哎，有没有明星脸郭星啊？喂，这场明星脸嘞！哎呀，你怎么那么高啊？你是郭彦甫对不对？谁？不好笑，我是郭彦均啊，不好意思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刘哥，你怎么会来？啊，我来找明星脸的、啊。哎呀，那你跟我一样的。我跟你讲，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，在外面。真的吗？外面，外面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在外面。我的经验，你说没有的地方就有。你看我站在前面还没挡到他。什么东西啊？干嘛？真的很坏，好吧？哎，那你帮我买杯咖啡好了。为什么要帮你买咖啡？我请你。好的，给我钱。好，等一下啦，我再给你钱，你先帮我买咖啡去。你很娘哎，快点，去。休息啊，这个地方有没有很多沙发呢？可以让我们那个什么自由的来试坐。哎，音乐才女黄韵玲要跑，黄韵玲啊，黄韵玲啊，玲玲姐，玲玲姐，玲玲姐，哎，玲玲姐，还敢三点半？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身为一个艺人，牙齿美白是非常重要，就像我一样。可是重点是，牙齿美白有什么用呢？我从刚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半个明星脸，怎么办？就快输了！啊，对，护士小姐，我想到了，在你们诊所里面，你有曾经接待过长得很像明星脸的人吗？病人是没有。哦。但是我有个朋友长得有点像。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？拜托，麻烦你可以马上请他过来吗？帮我联络一下，好吧？我现在很急。好，太好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有希望了。噔，学长，学长，啊，啊，我认错人了，但是很像啊。同学你好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们是 Power Sunday 的那个外景节目，然后我们要找那个素人明星脸，素人明星脸、啊。那我觉得你蛮像一个艺人的，有人说过吗？有啦，有一些人有大概知道。那你可以先小声告诉我说你像谁吗？对，就是他。你跟镜头说你像谁？像，真的超像的。那你是大同高中毕业的吗？不是。哦，所以你不是？是啊。其实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啊，他的那个什么一颦一笑啊，其实非常非常的像。哇，那因为我们要录棚内节目，你可以跟我们到棚内去。给我们大家观众朋友们，全国观众朋友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吗？如果可以的话呢，你看这巧克力超好吃，我待会再交一球请你吃。嗯，可以吗？方便吗？好，应该可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太 lucky 了吧！我是 lucky man， 那你跟那个镜头说，我们摄影棚见，好吧？一二三，摄影棚见。哎。都已经等了这么久了，都快半小时了，怎么还没有来呢？护士小姐，你确定你有找他来吗？真的吗？嗯，哎，对哦，这个洋装多少钱啊？还蛮可爱的，当季的吗？是吗？确定？哎呦，还不错哎。哦，所以现在还有一些新品都进来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人该不会就是你是对不对？太像了。拜托你，可以来上节目吗？拜托，可不可以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不方便？你绝对可以的，相信我。你只要一来，我们一定赢定了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你会不会唱歌？我们来一段好了。都不唱了，好了，没关系。我们今天胜算超大，因为这个人超像 ，OK 的，加油，走，我们去房间一下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这边有没有附近有没有那个，就是因为这边很多上班族嘛，对不对？就中午来买饮料的人，有没有一些那种比较像明星的人，就明星脸的人，比如说。有人看到我会说我像郭富城啊，或梁朝伟；看到你啊，可能会觉得像
我也不知道，我也说不上来。有没有这样子的顾客？小姐，我要一杯奶绿。好。哎，他是常客吗？没有看过。哼，你好像呐，先生你好，你好，跟镜头打个招呼好了。我们是 Power Sunday 的，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像一位巨星？有。有。是谁？你自己讲。超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真的 ，Bingo 很像，是谁？跟镜头讲，真的超像的，而且还有点像台正宵，好不好？台正宵就剪掉吧，不要用。很像哎，我们是那个 Power Sunday 的外景的那个团队，那你可以代表我们这一队初赛去棚内录影吗？去摄影棚吗？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帮你订便当，还是要吃麦当劳？不用，好吧？啊，你要喝什么？我请你好了。喝什么？我要奶绿。好，再一杯奶绿，再一杯奶绿。哎，到底要去哪里找明星脸呢？实在是哈。嗯？哎？哎？等一下，这不是一间发廊吗？为什么有两个没有头发的人在这边呢？他们是要哎？他们到底要做什么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其实，在圈内啊，也是有很多光头艺人啊，比方说像新农啊、顾宝明之类的，搞不好今天啊，他们也长得很像某位明星啊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像一个韩国人？一个团体。来，什么？你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，什么东西？不是，不是啦，你长得很像那个。酷龙，韩国人酷龙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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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有没有超像的，对不对？有人这样讲过，对不对？好，太好了，你看一进来马上找到一个，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哈。哎，你好，有没有人？哎，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像？一个评审，老师。对不对？有人说过，对不对？有啦，有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你看，我们一进来就一次找到两个人。现在呢，我去跟他交涉一下。那个不好意思，可以借我一下吗？好，对，这个，先生你好，请问贵姓？我姓郭。哦，是哦，郭先生哦，那你跟我一样，我也姓郭，是这样的。有个机会哈，不是有个机会啊，就是可不可以麻烦你呢，就是来上一下我们节目？我们是那个 Power Sunday。可以吗？他比较像哦，不然的话还是啊，我知道了。来来来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我来换个方向。不好意思，是。还有我们这位库龙同学，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就是来上一下我们的节目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我们现在正在找明星人，你们两个真的长得太像了，一个库龙，一个。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拜托，真的可以吗？谢谢你，太好了，谢谢。来，交给你们。太好了，经过我的一番交涉，我们一次找到两个明星脸，我们赢定了。郭彦均走着瞧。郭欣与郭彦均再次挑起战火，谁这次能找到最像的明星脸呢？复制人萧敬腾唱歌像拉西。我的心声在远方等你。那些霸道总裁，他说有人把他错认为理查克莱德门。他也错得太离谱了吧？怎么会这样？想要看最像的明星复制人，请锁定 Power Sunday， 明星像不像？两位啊，除了外景，那个积极，那个热力，那个飞拳啊，是，我觉得应该建议你们去看一下心理医生。超热，你们根本就是躁郁症的前兆。志宪哥，我太久没出外景了，而且你也知道我节目停很久。哦，了解，真的。没关系，这个一开始啊，总是节目会有一些被停掉或什么。是的。慢慢艺能界那么多年，你就慢慢习惯。好了，谢谢宪哥。那今天两位他们找的这内容都不错，这样好了。两位的队长，来剪刀石头布，就这样，剪刀石头布。郭鑫，喂，哎，这么有信心，还没出嘛？啊，你这样，我这样，这样还这样啊？赖皮呀！你怎样？喂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
圈全程都是一线圈。好，一对一，谢谢，一对一。好了，我选那个哈比人。啊，哈比人，你们选我是对的。那郭鑫就是你们的，好吧？不要让他们失望。你今天带来的第一位应该是超像，真的蛮像的。一起来看看他的题目找到的是谁，来。哇，哎呦，太明显了。而且各位一定要注意他的眼睛，眼睛很重要，那种有点略带委屈又水汪汪的感觉，明明就没神，好不好？真的是没神，加没神。有答案就写下来，好不好？那有提示你也可以讲，但讲太明显我们会制止你啊。哦，好的。他是提示演戏吗？不是，他不是演戏的。哦，那他是唱歌？他是唱歌的。而且你们一定听过他唱的歌，有绝对听过，有出过，造船有出过，出过很多张吗？嗯，没有。啊，没有，没有出很多张，但你们一定听过他唱歌。嗯，有主持节目吗？嗯，没有，没有。可以问吗？有闹过新闻？没错，哎，新闻，新闻，朝这方面去想，有闹过新闻，好蛮大。哪个艺人没有新闻？没有新闻，没有，没有大条的，大条的，没有，大条的。你找到这个真的有点难猜，我讲真的。会啊，你们太难去想。第一个闹过很大的新闻，第二个他是歌手，然后第三个注意他的眼睛。他眼睛怎么了？他的眼睛很特别啊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哦。没有，还可以啊。没有，没有，找他们来干嘛？就是他不像的时候，他就倒大霉。他不像。好家好家好家好。请作答开始。加油加油，快点加油！不知道谁。第一点不能写外星人哦。不能写外星人。好的，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答案，请看。能勾？为什么是王？写错了。啊，写错了，王。喂，你看，还蛮像的啊。是吗？觉得很像吗？旁边那两张很像啊，下面那一张也很像。哦，好险，而且字还写错，豪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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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逼你钱。桃姑是哪一位啊？桃子。是哎，没有没有，他说桃子有一点道理，有点道理，有点道理。有新闻。哎，阿 Ben， 谁？周华健。暗香水。就第二张，你上面有上面吗？往右边算起来，第二张中间那一张还蛮像的，就对啊。有没有态度？态度。我觉得陈伟明嘛。我觉得你们天线根本没连上。没有。曹格。因为他有闹过很大的新闻啊，又是歌手，然后那个曹格眼睛有点掉掉的，还有陶喆也闹过很大的新闻，有曹格有啊，因为他在香港打，陶喆，陶喆，陶喆是绯闻，陶喆有啊，他去洗牙语啊，喝酒了，然后他也是歌手啊，其实艺人压力都蛮大，对啦，谁没到过警察局？完全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是去把人领回来，不要放手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正确解答，请公布。杨宗纬答错。他的歌你们一定都听过啊，这么好猜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是这个看照片，完蛋了，我跟你讲，训掉了。他闹什么新闻啊？有啊，合约啦，合约啦。必须要说，宗纬超。难看出来是他的，你知道有一次我在东区跟朋友在喝咖啡啊，然后超难看，就有一堆人走过去，然后我的朋友就说，哎，碧姐，那个是杨宗纬，我好喜欢他唱的歌哦。是啊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拜托艺人你就问我，那个人怎么可能是杨宗纬？那个人戴个假发，他是在学杨宗纬，然后就走过去了，就不是不到一分钟，我就看到有一个人过来说。姐你好，他真的是杨宗纬，就是杨宗纬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要像杨宗纬的，现在应该叫阿咪老师去化妆。对，他原本是阿咪老师，那很像，对，超像阿咪老师。哪有？哎，这个像，这个像，这个像。
有吗？没有看到。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把人找到现场去训掉，你至少一定要把人带来。没错，有带来吗？有，本尊来了。真的吗？你那么生气干嘛？对啊，来就来了，这就很像啊。好，一起来欢迎杨宗纬来喽。你看，好像啊。大头啊，他你有病啊，哪里像啊？这么像，哪里像？哪里像？你跟我讲哪里像？哪里？等一下，他还比较像徐杰辉。没有，各位，康康有新的答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八两斤。我有新的答案，我也是八两斤。八两斤谁啊？哪里像啊？各位，各位，你们这些，你们这些真的太过分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啦！我跟你讲啊，你们真不要这一位啊，我们特别从新几内亚，新几内亚把他带到我们现场来，真的，好不容易找到这个，好不容易找到这个，上帝也疯狂了，把你住宿上帝也真的真的，艺术啊！杨宗纬的主题曲是哪一个？背叛，背叛，来来，那你可以跳着唱吗？人家那么辛苦，从新几内亚、巴布亚来到这边，你要真的让他唱一段嘛？而且很认真。好，继续啊，第加油加油啊，副歌加油好不好？加油！哎，他要唱副歌。开始。他太酷了。紧紧相依的心如何舍得分手？康哥，我错了，康哥，对不起，康哥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长得不像就算了，还唱成这样，神经病嘛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等一下，等等等，这一切，这一切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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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，这一切的错都要怪我，我看错他的专场，他专场是热舞。那你也要讲一下，我跟他说唱杨宗纬出来一定唱，一定唱歌，会唱歌嘛？好了，副歌给他唱两句，预备，起。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？ 你比我精致还要我说明白，请你知我心声。好 ，OK， 人家有热舞表演，你是会跳热舞的。对，我曾经是大学热舞社副社长。哇！哦，超厉害！跳舞界的杨宗纬，加油！跳舞界的杨伟忠吧，一百个。哎呦，哎呦，厉害哦！哇！哎，杨宗纬，你要干嘛？加油喽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灵活！酷。哎呦，跟他搞嘞！哦，哇，有两把刷子，有厉害，哇塞！哇，第一次看杨宗纬跳舞，哎呦，哦，大车轮。他是他偶像梦中情人啊，真的哦，毕竟已经婚了，真的，我就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男人，太酷了，真的。玉丽姐，你的菜好特别哦，你的菜真的好特别哦，你的菜很特别，真的。他要拉你的手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不行，我怕会触电。哦。哈哈哈哈哈！还好神奇的，他的病，他太酷了。好好好，回来。你头发哪里做的？哈哈哈哈哈！不好，都是自己剪头发、修剪。酷。
不错不错啊。现在杨宗纬在家里喝闷酒，喝什么闷酒？好了，各位，第一个杠灰，谢谢。各位，马上看看第二一位，来九宫格。哇哦，像这个太明显了，像这个你们一定猜得对，而且一定要注意鼻子下面那一张。哎，这个就跟第一张是一样的嘛。这张品头论足九宫格到底是哪位艺人？观众们一起猜猜看吧。再看，再看。好金色哦。仔细一点。马上看看第二一位，来九宫格。哇哦，像这个太明显了，像这个你们一定猜得对，而且一定要注意鼻子下面那一张。哎，这个就跟第一张是一样的吧？对，第八张，而且他在这个圈内呢是有举足轻重的角色。不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觉得第六张的神韵很像。对，一二三，第六张啊，四五五是鼻子嘛，对不对？是鼻子。第六张有没有那个神韵很像？有没有？没错，请作答。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答案。两人，王志平，王志平，王志平老师，王志平，只有阿 Ben 答错。没有啊，我没有答错。王志平，只有你家老师。哇，真称啊！哎，一起来看看到底对不对。恭喜！也来到我们现场一样把他请过来了，该不会又是刚那一位下去把帽子脱下来吧？不是不是，如果有搞这种玩意儿，我们是录不下去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吗？另外一个另外一个，我刚还有帮他按摩。他不会一出来又开始跳霹雳舞？好，一起来欢迎王志平老师。王老师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刚刚那位表演者他歌唱的怎么样？我刚用了耳塞，有点听不到。啊？用了耳塞，有点听不到。你看我用了耳塞，重听，重听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比较像花和尚鲁智深之类的。好像还好哦。远看，远看有点像。我跟他很熟。对呀，对，像。怎么样？九安娜现在怎样？他过得还不错。在美国念书吗？这个我不是很清楚。他不是你女儿。不是女儿。那你会唱你女儿的歌吗？我当然不会啊。不错不错，本身会唱歌吗？会唱两会的啊，背叛背叛一遍。加油加油。曾经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？你比我清楚，还要我说明白，爱太深。张就有点像王志平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样更像，张更像，再远一点，侧面，侧面就很像，侧面。哦，这样，张张，好像哦，像张就像，好像张就像。空海大师能够在节目里面唱这首歌，实在是太棒了。空海大师上空下海，好好好，所以这一题的全面答对，好吧？好，谢谢王志平老师，谢谢。因为这个光头的艺人对比较少，比较少，他又没留胡子，如果留胡子就是新农嘛。如果留络腮胡嘞？啊？如果光头留那一络腮胡，那是谁？卖家？错。达摩？错。谁？奇遇。好讨厌。好了好了，猕猴桃了，猕猴桃。
来，啊，宪哥，这个是我的黑桃 S 出现，真的假的？这个厉害，没有啊，这个你们一定会对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这位你这么有把握啊？非常。我们来看他的九宫格，来。谁啊？嘿，谁？哎哎，那第二格有没有？谁啊？第二格有没有？你们看，你以为我们是谁啊？像啊，仔细看，很像。鸭眼睛，水汪汪的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有啊。有人说鸭子，是不是？看一下第八张，还有他的眼睛。然后侧面，侧面也很像，真的。他是哪个领域的？歌手。但是他这个歌手哦，演戏，都有。对，后来偶像剧，偶像剧也主持过节目，很红，一直很红。还曾经是一个团体啊，对，朝这个方向去猜，曾经是一个团体，对，哦，很好猜，这个很好猜，而且他有像，我脸上有一个特征，对，而且他重点是他脸上有一个特征哦，哦，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哦，蔡琴，那可以朝这个方向去猜，请作答，加油，很好猜，这个很好猜。二一，请给答案。啊？为什么写杜小月？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。杜小月，像妈妈这个，其他都是啊。我不知道是谁啊。真的、啊，你为什么觉得是这个？因为刚刚的提示就很明显，就是歌手嘛，然后他以前是 Fall in Love 嘛，就管理偶像剧现在很红嘛，他的脸上有一个特征就是一颗痣嘛，啊，对，厉害了，哪里有痣？哪里有痣？杨丞琳的这个也是，真的吗？一起来看看是不是正解。正解，来，只有杜杰拿住杜小月，这个杜月笙我们都要觉得杜小月，这一定错的。那杨丞琳有来吗？当然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欢迎杨丞琳，好像啊。有人认错你吗？在路上？有时候会有。有时候有啊？怎么说那个情况怎么？啊，杨丞琳，那我长高了哈。有时候就是有人突然乍看，然后会，好像杨丞琳，就是默默的这样子。哦，嘟嘴很像。嘟嘴看看，嘟我们看一眼。哇，好像哎。我再嘟一点，再嘟高一点。人家第一次来会怕。这还算蛮像的，超像，蛮像的啦。今天三个里面最像，真的，对，三个里面最像的啦。要问阿Ben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阿Ben给我低头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刚刚你写这三个字，我发觉手势有点颤抖。错过，永远对不对？哪知道后来会那么红？对呀，对不对？那时候离开还丢了一句：“你又不红。”这往事只能回味吧。对，多少人多希望能跟李娟交往啊。然后我们 Billy 姐是唯一跟蒋光超交往的。你破纪录了。谁呀？对，跟爷爷在一起。对，你觉得像不像杨丞琳？需要近看吗？应该化成灰你也认得。我觉得像刚出道的时候。那你这个刚刚出道嘛？好，那么这个时候他阿斌，杨丞琳这里有一句话，有话想要对你说，来，请开始。后悔了。好狠啊！这一句话，
他还有话要跟你讲。阿 Ben， 你这个王。杨丞琳不会讲。哎，还有还有还有。你被我抓到。阿 Ben 有话想对杨丞琳说。完蛋了，很好。啊，久没见面了，还是讲话？没有啊，就对啊，很好。尴尬，哇，尴尬。一定要跟艺人，下次把他的女朋友们叫来，可以做好几年。他跟你讲这个话就没道理了，把他女朋友叫过来，我们这边做没有办法做。好，谢谢杨丞琳。好，就轮到你们了。来来来来，欢迎 B Team。现在 B Team 来出击了。那刚刚好，我们那个彦君呢，他提出严正的抗议，是对杨宗纬那一个部分，他说以后不准有。对，你们那边。真的长得像，我不是硬化成那么像，就是像画成杨宗纬，然后搞了个椰子壳头上一戴，太夸张了，是不是？找到的都是自然，非常非常像，不用化妆就很像，自然美吗？自然还没有动过，再慢来一次，好吧？第一位九宫格来，像不像？像呀！而且我跟你们讲哦，这个是我今天三个里面最不像的一个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很好猜，我跟刚刚不一样哦。真的好像哦，叫出来不像，我真扁了。是啊，真的太打了，太打了。第六格，第二格那一格很像费玉清在唱。三跟五非常像，很明显。他哪一部什么的？他干嘛的？演戏的。演戏呀，戏剧最近有做电影拍的比较多，电影跟偶像剧都有。这个我跟他喝过几次酒了，哎，非常像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他喝过几次酒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他有曾经被拍到过吗？有没有曾经被拍到？大新闻有，大新闻吗？也有绯闻，有绯闻，是不是有绯闻被误会？屁呢？应该是，应该是，应该给他屁呢？什么？这是即兴作答，很好猜的，很好猜。超明哥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超明哥。等一下，长头发，长头发，可以，长头发的艺人，很好猜，很好猜的，长头发的艺人。对，长头发，啊，我已经不寄望殷琦猜的对了。长头发，非常好猜的。你看到第四张跟第六张，他喜欢讲日文的。对对对，干什么？他偷看呀！哎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偷看人家的，这样子。乱公布了，等一下偷看，他偷看，等一下偷看。等一下，那么殷琦是偷看，好好好，我马上。侯昌明他有偷看，但没看到。没看到，我当下讲。没有。来，朱孝天呐。讲日文，讲日文嘛。哦。对，有绯闻，有绯闻。哪里？哪讲日文？像啊。啊，那个啦。对不起，不能再改了。一起来看看到底正确答案是哪一位？来。像我告诉你啊，其实这个真的蛮像，非常像，真的像啊！非常像。在后台的时候，我还以为陈楚河嘛，我说哎，楚河今天上节目怎么样？然后就两个就聊起来，聊了在15分钟啊，我还不知道他不是，真的很像。而且这个是我今天最不像的，真的吗？真的最不像。你找的这什么玩意啊？杨宗纬啊？没有，我后面很像啊。好，接下来欢迎陈楚河来了。陈楚河，冷静一点，冷静。很像啊！天哪，怎么这么像陈楚河啦？转台你会后悔。复制人萧敬腾唱歌像拉辛。我能深深在你身边。
不行，不行，半豆天。他是有人把他错认为理查克莱德曼。想要看最像的明星复制人，请锁定 Power Sunday， 明星像不像？欢迎陈楚河来了。陈楚河，冷静一点，冷静。好像哦，啊，好像，好像哦，好像，好像，哎，本人比较像，好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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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哦，像不像？像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经常被误认为陈楚河？有啊。在我记得有一次去拍戏的时候遇到一个弹头，你知道南拳妈妈弹头？对，遇到一个弹头，你也去拍戏啊？好像弹头是一种品种一样，对，他是南拳妈妈的弹头，然后后来就跟我讲说，哎，楚河，你今天来探班啊？哎，等一下我们晚上再去喝一杯吧。对，厉害，听说差不多六年前就有人把你误认为陈楚河啊。对，六年前的时候。六年前，你说谎要有个程度，六年前。对啊。哪一个角度最像陈楚河？你觉得？这个怎么？哇，好像哦。有。所以你这一辈子都这样做人。我也会这样走路啊。啊，真的吗？是吗？喝醉的时候，对，那其实是康哥，不好意思，康哥，不好意思，怎么老是觉得这个人好面熟啊？是啊，我曾经其实跟宪哥刚才聊了15分钟，其实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了啊，真的吗？对，因缘际会啊，在哪里认识啊？我不可能认识你这种小人物的，好痛哦，飞枪也太痛了吧。飞枪好痛，正面着地啊！傻魔王，好像也不红哎，是好事。好，他以前很胖、很棒、很壮、很壮，是100多公斤嘛？对，是啊，头发很短嘛。对，天边魔王啊！你看，这个就是你的一个机会了，长得像，把握机会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哈，你可以当他的替身嘛。嗯，比如有那12楼跳下来。不要了，这样最近新闻已经很多了。来，才艺。其实我蛮会模仿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但是我只要一不模仿不认真的话，就会像一个人。谁？陈汉典。真的吗？嘿，这是一张糗纳鸡腿，带一首舞曲。哇！他已经开始了。哎呦！陈汉典，不错，为什么你们都傻？有那个声音有像很。很少啊，这么疯狂的表演完毕之后，大家这么冷静。好，安静。不好意思，俊掉了吧？好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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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过这个比他们好多了，杨宗纬还有对啊，杨宗纬还有对啊。你很敢讲的，明明不像，你还说可。好了，他是8两斤了。啊，下一位，我们来看看那个九宫格，请看。哎呦，很像，很像。哦，这个太好像，太好猜了啦。谁啊？这太好猜了。如果是这张就是红桃二了，哎，黑桃二。唱歌的嘛。哎，是不是唱歌？团体对不对？团体嘛，三个人嘛。团体，对不对？再讲太多了。Yes， 团体。我不能再说了，不能讲了啦，我不能够再说了。这个单元要改成不能提示啦。对啊，不能提示啊。这个这因为这一题真的太简单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太简单了，像不像？不能讨论，真的很像他，对不对？像啊。而且最近也有一个好事，对不对？只要他一直讲啊，好事，我怕他们名字不会写。好，立刻作答开始。名字写错也算错哦。拼音要拼对啊！啊，要拼对，错也算错哦。没有人那么。3。有点像糖啊。2。下面那一张。1。时间到。
请看答案。神经娜。SHE 中的 Selina 中的 Selina 一起来看看是否是正确的答案。恭喜全员答对，超像超像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 Selina。 哇，比神尼娜可爱，好像，哎呀，你好，有点像。你好，神尼娜，你好，你好，宪哥你好，哎，好香啊！啊，对对对对，那么在路上有人直接这个，干嘛？哎，这是我们正确的。我现在我觉得他更像一个人，他笑起来很像，眼睛好像小潘潘哦，好像，有没有小潘潘在笑？转一圈圈圈，来转，慢慢转，慢慢转。哇，公主，哎呦，那你会模仿 Selina 吗？不会，不会啊。嗯，不过你声音好像很哑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感冒。感冒是吧？嗯，你用高音试试看，就会很像。试试看，高音一边气。什么？什么？不过他个性很迷糊，曾经骑摩托车直接撞上路边的卡车，哇！我一个单子。于天于大哥，怎么会这样？于天于大哥不是跟你讲了吗？路边的卡车不要撞。路边一个拖拉机，请问要撞上去？乱撞啊！结果撞了怎么样？那时候就是整个人就昏迷，然后就是昏迷，可是全身没有伤，有啦，稍微擦伤。哪里？要看一下。哪里？我自己看一下。哪里？哦，这边，真假？我不信。哎呦，一点点。真假？哇！一点点疤，不过他皮肤很好，所以看不太出来。对呀，很白，看不太出来。然后自己常忘记带钥匙。一个月叫了开锁叫五次，结果你知道吗？那个开锁的，那个专门帮人开锁的，以为他在勾拔他。啊，小姐，故意不带钥匙，用这种方式没有用的啦，我已经结婚了啦，偶尔来一下可以啦，不能一个月五次，我体力没有那么好啦。钥匙啦，人都要死掉啦。他要死掉了！啊，怎么那个老板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小姐，你又屌了。就是他每次听到我的电话，就接到我的电话，他说：“哦，好，马上到。”我就已经不用介绍内容了。对。啊，到最后你怎么处理？就后来我就是为了要省钱，就学会自己开锁。啊？自己开锁？厉害哦！是有技巧的。怎么开？怎么开？你给我们示范。手势好，手势。比如说。比如说钥匙孔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你示范开一下，大概是这样，就这样刷，刷开，刷开，刷开，怎么刷？有一种门是一扣就扣上的哦。你们家钥匙应该有孔吧？有孔啊，可是你要从旁边的洞。没有，但是他很有原则，是有孔不入。哦，无孔不入了。哦，所以你是用刷刷开？用刷开。哦，对。是用什么刷？电板。电板啊？哦，念书的电板就能刷。而且要剪一个洞。为什么要剪？你这样剪下去，你家每一天到晚都打开。对呀，电板它剪一个洞才有。然后那个洞就是这样开，然后把它刷开。才艺，这才艺。可是有时候是三分钟，有时候是一个小时，不一定。一个小时。开门开一个小时，这样好了。为了要让观众们，因为您听不懂是什么，是特别出一个外景，看他开他家的门，好不好？开锁。好，我们负责帮你换一个新的。我们用电子锁，没有那个钥匙了，我们送他一个，好不好？结果还是不行，又忘了号码。好了，谢谢我们的 Selina。好，现在答对几个？哦，这一题全对，全对，那很厉害。还有一个，这个有把握吗？这个很厉害的，很厉害吗？今天最强的，我今天是为了他而来的。好，那一起来看看这一道题目，来。
我跟你讲，这个如果不像的话，我把我手上的麦克风吞下去。比较像，这谁呀？这比较像杨宗纬吧？这个不是杨宗纬，是吗？这个不是杨宗纬。等下他做什么？他像的红红，这非常红。你说的是小飞？不能讲了，不能讲了，不能讲了。不是不是，好，不能讲了，不能讲。什么领域的？我跟你讲，第八张最像谁？其实我觉得眼睛非常像，眼睛就很像。做什么的？他是歌手。歌手。纯歌手第八张感觉是发型像，是对不对啊？感觉非常像。知道是谁了？请作答。很红的，很红的。洪康，你不能抽奖啊！很红的，能引起抽奖对不对？非常红，很简单啊！一定要答对三个以上哦。台正宵啦，不是台正宵，很像啊！哎，你这样有点提示到了。哎，台正宵啦，因为他刚刚他在 VCR 就有讲了。这题很简单的，这题不要想太复杂。时间到，一起来看看你们的答案。萧万长，真的？萧敬腾那个吗？是不是？好，是不是 ？OK。王力宏，你为什么觉得是王力宏？像，因为他一直讲第八张。王力宏，第八张我在看奇怪，我看不出他像谁呀。然后我看他的长头发，我觉得那就王力宏。我觉得第二张很像那个陈国华。对哦，有像，有一点，有一点。然后第二张看不出，第八张也像陈国华。好，一起来看看到底答不答对。来，恭喜正确答案是萧敬腾。哇！不是，我写对啊。你要萧敬德哎，我刚写萧追德。没有啦，康哥知道名字，但不忘记怎么写啊。哦，对，知道那个音啊。对 ，OK， 萧敬腾是来到我们现场，非常像，真的很像，非常像。一起来欢迎萧敬腾。萧敬腾本尊都背书的明星复制人马上登场。一代宗师硬问对决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这个哎呦，哎呦呦呦，哇，耶，易先生高高，易先生耶，易先生耶，易先生海豚跳，好。真的很像，非常像。一起来欢迎萧敬腾。哇哇哇！像不像？是不是？哎，超像的。哎，各位，明明比较像胡彦斌嘛，我觉得比较像鬼太郎。哎，正气。很像鬼太郎哎。鬼太郎比较像那个怪医秦博士，鬼太郎他的资历很可怕，他说有人把他错认为理查克莱德曼，哎，错得太离谱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哪有？等等，不，等等，冷静，各位，不要伤了。年轻人的心嘛，他说什么要配合，至少配合一半。你比较理查克莱德曼，不像，比较像，比较像查理王，也有可能啊，钱德曼，还有说长得像周杰伦，哎，不是，你也有，哎，他抬头很像，再抬一点，再抬。你也撞过斯宾塔克哦，到现在没醒，他没了。哎，会唱那个萧敬腾的歌吗？稍微会一点。稍微会一点，那就唱一下，好吧？什么歌？哪一首？收藏，收藏。好。我的双手在你放生。不行，不行，爆豆天了。跟杨宗纬搭档了。没有一双目光，是否一样？多了。没关系啊。多了。OK 啦，没关系啦，不要勉强啦。
看你还唱热门一点，你看唱那个人家都没听过，来一个，来来来，大声一点，预备起。心不了情嘛，你肚子又痛了。这一句谁的心如何碎？得心如何碎？很像啊。继续。比我清楚，还要我说明白？爱太浅，爱疯狂的勇敢。用背叛自己，阿明也是气到都不弹了。掌声鼓励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发两斤，发两斤，发声唱。你为什么要来出来？发两斤，我也不知道，有人叫我来这里。哦，那你这次像谁啊？想要挑战两个萧敬腾合唱。啊，心不了情。心如绢。等一下，等一个一个来，要不一个来，会不会气虚？心不了情。心如绢凉，雨也停凉，这份真心。换人。我们少交往，要面对着我不知道。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。导播，导播，我身体不舒服。